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1976年的一个普通的清晨，在安徽省蒙城县毕集村，一个村民在地下干活的时候，偶然挖出了一个陶罐。这个陶罐有半米多高，呈锥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陶罐，却让一个被风沙掩盖了几千年的原始聚落遗址重新被世人所发现。它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尉迟寺遗址。经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只陶罐有着很大的考古价值。陶罐出土的地方曾有一座寺庙，是为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而建，名字叫做尉迟寺。不过如今寺庙早已不见踪影，但就在原来寺庙的地下，人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人们将这座遗址称作尉迟寺遗址。在尉迟寺遗址已发掘的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学家共清理出房屋遗迹78间，墓葬300余座，以及大量的灰坑和祭祀坑等，出土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1000件。其中部分文物在国内考古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人们认为尉迟寺遗址存在的时间距今大约5000年到4400年左右。虽然和其他古村落遗址相比，它不算是最久远的，但是它的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因此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在考古学界，通常根据碳同位素、碳十四的放射性特征来测定文物的年代。通过对尉迟寺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碳同位素测年，考古学家们认定尉迟寺遗址当中最早的文化层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考古学家们根据已经出土的文物和遗迹，为我们部分还原了尉迟寺遗址当中先人们居住的生活景象。尉迟寺遗址处于原始社会中晚期，此时这些古老的居民已经学会使用原始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发展生产，同时也进行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在尉迟寺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与生活有关的器具，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等，十分丰富，从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稳定富足。在尉迟寺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这些房屋是用红土烧制而成，墙体厚度达到50公分，宽敞牢固，被考古学家称作当时人类的豪宅。这些大型的红烧土排房式建筑是我国原始建筑史上的瑰宝。从他们的建筑技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先人的智慧。红烧土房制作工艺复杂，首先用木柱搭出一个房子的框架，然后从木柱子两面中间磨泥堆筑起来。等到泥土建造的房屋整体成型并风干以后，再配上木柴点火烧制，直到将土烧成坚实的房屋外墙。这种房屋冬暖夏凉，而且十分坚固，非常适合居住。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动植物资料以及文化堆积层和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距今约5000年前。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湖相通，平原山地相间，植物繁茂，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尉迟寺地区之所以能够形成繁荣的原始文明，跟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考古学家在尉迟寺遗址及周边区域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包括野猪、麋鹿、老虎等的骨骼。野生动物骨骼的出土为我们复原了当时这里的自然地理特征。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尉迟寺遗址所在处的气候温暖湿润，周围有大片大片的麻栗和柘树组成的茂密森林，自然景观十分优美，溪水潺潺，林木葱葱，各种动物游荡河畔林间，戏水觅食。成群的麋鹿、獐和老虎出没其间。茂密的森林里有鲜美的野果可以采摘，
有成群的野兽可以狩猎。这样的自然环境可以使得在这里的古原始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片乐土之上。肥沃的土地，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当时的农业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迅速发展时期，尉迟四人由于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最早起源于北方的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方传播，并在皖北地区形成交融。在遗址周围发现大米和小米，正是尉迟四遗址中农业文化的一个新内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发现原本数量众多的动物骨骼，到了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的时间，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考古学家还发现，在这一时期，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跟这些动物一样，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剧的变化呢？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大约在距今4400年的时候，这里的气候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温暖湿润转变为寒冷干燥，久旱无雨。人们赖以生存的河水干涸了，借以庇护的森林消失了。随着野生植被的消失，野生动物也不见了踪影，食物变得越来越少。在环境的异常变化中，首先经受不住的就是儿童。尉迟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大口尊，这些大口尊就是专门用来埋葬儿童的瓮棺葬。尉迟四遗址中出土的墓葬，大部分也都是年龄在2至3岁左右的儿童的墓葬。气候的突然变化，让原来的风水宝地变得异常干旱。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古尉迟四人做出了心痛的抉择，捣毁自己铸造的房屋，远走他乡。一个曾繁荣富足的原始古文明，就这样在历史的时空里不知所踪了。沉睡了5000年之久的古村落重放光彩，并以它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展现着当时人们的居住形式、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着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存。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偏远孤寂的皇陵，埋葬着清帝国最短寿的皇帝，消失不见的神道，隐藏着清朝晚期变幻莫测的风云。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清慧陵。